看第三点，当你要得到医治，你要活出爱，还有一点，你要学习饶恕，学习赦免。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彼得问耶稣，那时候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你饶恕别人，你要饶恕七十个七次。七十个七次，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觉得我们这个饶恕一次两次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夫妻关系也是，夫妻觉得哎呀，我今天我饶恕你，今天我不跟你计较，不跟你一样了，不许再来第二次。我告诉你，你知道中国的文化是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，中国就饶恕两次。犹太人比我们强一点，四次，四次。但是彼得就说，我七次可以吧？他就觉得很多了。耶稣说七十个七次。饶恕是一个过程，弟兄姊妹要记住，它不是一次就能结束的。不是说我们参加一次特会，圣灵充满，哇，我们流了眼泪饶恕就好了，那一次是不解决，要不断的饶恕下去。七十个七次就是不断的饶恕下去。你可以不断的饶恕伤害你的人吗？如果你不能够饶恕，天父上帝也不饶恕你，这就很严重了。你为了讨上帝的喜悦，你就一定要饶恕。耶稣在十字架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有的时候我们被伤害，是因为他们真的不晓得他们做错了，他们觉得还为了正义呢。那你如果你还记恨他，你还记恨他，你就要学习饶恕。我们的人生都会遇到，也许你的伤害你最深的是你的丈夫，也许最深的是你的妻子。你看我今天讲的华人家里出的问题，不都是夫妻是问题吗？丈夫拿枪打死妻子的有，妻子拿枪干掉丈夫的也有。你不要以为女人也可以开枪，对不对？都有。说到这个开枪，我讲一个见证。我们那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人，这个来到教会，他介绍自己，我们新朋友的起立给他麦克风介绍，他很会介绍自己。他说我姓赵，叫赵爱国，你一听这名字知道什么年代的人，对吧？爱国啊，那么他说我爱中国，大家给他鼓掌，我们都是中国人。他说爱美国，大家也给他鼓掌，因为美国公民了嘛。我更爱天国，哇，这个人了不得，这个聪明啊，爱中国爱美国还爱天国，所以叫赵爱国。从费城开车到华盛顿，那时候在华盛顿牧会，我现在洛杉矶牧会啊。这个我们华夏教会有七八间教会，所以我现在到洛杉矶牧会，哪里没有牧师我就搬到哪里去。那么他就来华盛顿，从费城开到华盛顿，每个礼拜三个小时，来三个小时回去三个，六个小时，就为了听一篇道。这个人多追求。有一天说，牧师啊，我都去你那半年了，你可不可以探访我呀？哎呦，费城哦，探访他，他不是我们附近的。我就开了三个半小时到他家，当然就回不来了，就住在他家。他就给我讲他生命的见证。这个人是解放军的一个团长，黑龙江辽宁的沈阳的，是沈阳辽宁省健美这个冠军，轻量级的冠军。哎，他那肌肉，他那胳膊比我腿都粗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健美，真健美，他有六块肌。我晚上我们俩睡觉之前比，我一看我就一块肌，他六块，啊，真的好呢，帅呀，你知道，为了太太来到美国留学，到 UPenn 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士，他太太很会念书，学霸，他就转业放弃了他的领导工作，来到美国陪着儿子太太读书。可是来到美国，你们来到新西兰跟国内就不太一样了。他来到美国也不一样了。过去国内他是团长，来到美国他干什么呢？他不懂英文，没有学历，餐馆送外卖。太太呢，女博士。哇，这个过去是这样的，现在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天平倾斜了，感情出了问题，离婚了。哎呀，离婚的时候心情不好啊。就到餐馆去，这餐馆也不快乐，因为他看什么都不快乐了。
知道吗？餐馆有一个大厨是越南人，也是当兵的，是越南兵，他是解放军。他们一说话就谈到了老山前线，就谈到了中越反击战。他是解放军团，他说我们中国胜了，越南兵说我们越南赢了。你看这是争论吗？他说我们打到了亮山，打到了你们，快打到你们首都了。那个越南兵说打到哪儿有什么用，我们打死你们人比我们多，我们死了3000人，你们死了30000人。这俩人就吵啊，就把中越反击战的战火打到了费城的中餐馆。那天离婚来到餐馆，心情不好。他是 waiter， 人家是大厨，过去他是团长，人家班长，现在调过来了。大厨在餐馆里是那是最有权势的，他是 waiter， 这大厨给你小鞋，你出菜我不给你出，你就拿不到小费。所以别人都能拿到小费，他就拿不到。他气的人那天就跟他吵，因为离婚心情不好，一吵。那个越南兵掏出一把手枪，里边6发子弹全部打光，对着他的胸膛，这个距离只有2米，就这么远。他拿着盘子跟他吵，那人当当当当当6枪，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就看着天就暗了，然后就倒下去就完了。这越南兵打完枪一放，撒腿就跑。这老板赶紧叫救护车，救护车来了以后很快，美国5分钟就到。他那时候意识还清醒，他看他血呀，他说我的血，这6枪打了11个洞，怎么打的知道吗？因为太近，他那枪马杀伤力很大，打进去后边窜出去就2洞，有一个子弹打到心脏边没出去，就11个洞。然后呢，他说我的血就跟杀鸡一样的蹭蹭往外喷呢。他说我在战场上待过，我这不到5分钟我的命就没了，血就得流光，根本到不了手术室。你知道吗？他说美国这个来了立刻哇，他就看美国怎么给他止血呀、啊。美国人不用纱布的，美国人用一种胶带从底缠到上面，然后一充气噌压住了，真有经验。美国枪击案太多，抢救特别有经验，血就止住了。哎，他止住了，他就有点力气了，他开始哎脑眼睛又清楚了。就送到医院，手术之前来个牧师说，弟兄啊，弟兄，我就给你问一句，你要不要信耶稣？你信耶稣你死了上天堂，信不信耶稣下地狱，你肯定是死。11个洞能活吗？他也不会说话，他说哦，信信，因为去过教会，去免费学英文，免费吃饭，但是从来没讲过信耶稣的事儿。这个最后一刻还是牧师跟他说的，点了头就算信了。结果你知道2个月以后出院了，就是没死。医生说你命多大，你那个子弹离你的心脏就1毫米，就穿透了，如果打透了你就完了。哇，他是健美冠军，身体好，扛打。所以最近我也得有点练块，你知道吗？这美国不练也不行，知道吗？得练一练哈。活了，从医院出来2个月出来了，啥都没了，老婆没了，孩子没了，钱没了，他兜里就有200块钱，工作也不能干了，想回国吧，能回去吗？来美国6年，啥都没了，混的老婆混没了，工作混没了，身上混11个洞，回国，怎么见东北父老？没法见，怎么会见咱们解放军的指战员回去说，美国这场战斗打成这个样子？回不去了，哎呦！找房子90块钱租了一个，90块钱租了一个 basement 在地底下，在 Chinatown 费城的，旁边全是一些无业游民，就在那儿还剩110，就只喝牛奶吃面包。干什么？每天唉声叹气，人生有什么盼望？人生有什么快乐？人生也没有爱。他就说剩100多块钱，他算你可以买1把枪，便宜点的买1把，他可以干掉他所有仇恨的人，伤害他的人。他每天就想这个，就老去枪店看枪。这家神枪手啊，枪打的，我们俩出去打散弹打飞碟，啪啪啪，你知道吗？100个飞碟我打下80个，他打下92个，
我打的也很准啊，你知道，啪啪啪，打飞碟。然后呢，他说有一天呢、啊，他说这神真的是奇妙，他不放下我呀，他不让我做这种事情，就来了一个牧师，马来西亚人，马来西亚的。这个牧师呢，不怎么搞的，被教会不要了。你说教会怎么能不要牧师呢？不要了，他也没钱了，也住个 basement， 就住在隔壁。今天我们知道是上帝派来的天使，教会不要他就是为了拯救赵团长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有益处，否则怎么会住在这里边呢？对不对？然后就住在这里边，每天晚上到嗨声叹气那边就歌唱赞美。他说赞美的，有天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睡不着觉，我一脚把他门踹开，我说你嚎什么？东北人说嚎什么就意思你喊什么。那个人说我喜乐呀。他说你喜乐什么呀？他说我有神呢。哎，他说你没钱，你住杯子嘛，教会不要你，你喜乐什么呀？他说我有神。他说这句话一下子像一个炸雷在我脑海中响起，我没钱我就不喜乐，他没钱照样喜乐，因为他有神，不再因为有钱没钱，他的喜乐不在于因为钱，是因为他有神，他有爱。那天开始，他开始跟他查经、唱歌、赞美，那牧师给他祷告，清理他的伤害，医治他，查考圣经，为他祷告，医治他。他一天比得好，一天比得好，就受洗了，就在杯子们就受洗了，就得救了。哈利路亚，就有神了，有爱了。哎呀，没有钱也不怕了。那牧师说咱们的教会成立了，圣经说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你们中间，我们两个人教会，而且在地下，叫地下教会。那牧师就说那教会成立了呢，牧师是以讲道祈祷传道为业，那你弟兄你得工作呀，那否则咱俩吃什么呢？他就去中餐馆工作，晚上回来把剩饭给牧师吃，牧师一看到高兴，感谢主，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。信主了，饶恕妻子，饶恕伤害他的、打他枪的越南兵，他到法庭去作证，说我喝多了，我说了伤害他的话，刺激了他，所以把那个人判得很轻，本来是一级谋杀，就判了18年。饶恕了，信主了，后来上帝给他一个妻子，很美丽啊，比他小15岁，不是小18岁，我都忘了。又给他生2个孩子，大的已经上大学了，医学院。然后呢，他说信主不到2月，哇，一大堆账单寄来，不是账单，是支票寄来，都是赔款呢，枪击案，他太太良心发现，一笔钱转给他，好家伙，一大笔钱，他也看不懂。牧师说咱发了，咱们可以搬地上去了。感谢主，生命的见证啊，现在成了我们费城分堂的长老，赵爱国长老。下次再来你们新西兰，我把他带来，你们看看我们这解放军的英雄，现在成了耶稣基督的精兵。哈利路亚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你们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成为新造的人吗？举起手，让上帝看一看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我们请乐队上来给我们弹一首诗歌《活出爱》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的生命，我们什么都可以没有，我们唯独不能没有爱。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爱的里边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神。
因为这个爱是从天上而来的，这爱不因为你的环境改变，不因为你有钱没钱改变，不因为你健康疾病改变，不因为你年轻 年老改变，这个爱永远伴随你。你们，这个爱是耶稣的爱。哈利路亚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遮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汹涌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接受这个爱吗？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让他的爱来充满你，改变你，你举手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当你举手那一刻，上帝就看到了，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你就一生一世饱尝他的慈爱，也把这爱活出来，使你成为一个爱的管道，活在你的家庭中，活在你的事业中，活在你的与人相处之中。当你走到哪里，人们都从哪里得到爱的吸引。我们再唱诗歌，我请接受耶稣的举手的朋友们走到前面来，为你祝福，为你祷告，让神的爱此时此刻就临到你。你们哈利路亚，听明白没有？我们一起来起立，请你们走到前面来，接受耶稣做你们的救主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常到前面来，哈利路亚，后面再往前走，接受耶稣做你生命救主的，就在今天晚上走到前面来，上帝的灵就充满你，神的爱就浇灌你，请走到前面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到前面来，哈利路亚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。后面的请走到前面来，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激励我，到前面来，后面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，请到前面来，让自己成为别人。耶稣爱你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爱你姐妹，耶稣爱你姐妹，耶稣爱你弟兄，耶稣爱你，到前面，耶稣爱你老伯伯，上帝爱你，耶稣爱你姐妹，耶稣爱你，哇帅哥，耶稣爱你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爱你，感谢主，到前面来，哈利路亚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走到前面来，后面还有，请到前面来，大家前面给他们让一让，让他们站在前面来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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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兄，耶稣爱你弟兄，耶稣爱你姐妹，耶稣爱你，哈利路亚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爱你，哈利路亚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到前面来，来信耶稣的往前来，哈利路亚，信耶稣的请到前面来，还有没有，后面还没有，今天晚上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圣灵
要引导你来到他的面前。圣经说，若你在基督里边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着。到前面来，耶稣爱你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。到前面来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后面接到了，接来。成为别人祝福，耶稣爱你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，我们一起。上帝爱你，上帝爱你，老婆婆，上帝爱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上帝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感谢啊，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手。还有没有？后面还有吗？请往前走，请来到前面，哈利路亚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请坐。耶稣的爱点燃我。如果你走不到前面的中间的走道，我们要做觉知的祷告。我们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我们要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我们要祷告，来，大家往前来，往前来。后面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福音，朋友，请走到中间的道上，站在这里，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，在众人的面前，我们要做一个一生中最大的决定，把自己交给耶稣，阿门。让他掌握我们的生命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一生一世跟随他。还有吗？后边还有没有？圣灵感动你，如果你没有到前面来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愿意跟我一起来祷告，请你在原地站立，在原地站立也可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好不好？请我们举起手，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，举起手来祷告，举起手来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说一句，你们大声的跟我说一句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你就是爱，你就是爱，我打开我的心，我打开我的心，让你的爱进来，让你的爱进来，让你的救恩进来，让你的生命掌管我的一生，让我一生一世蒙你的慈爱，也能够活出你的爱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的宝洗净我的罪，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，让我进入真理，让我活出真理，一生一世蒙你的祝福，蒙你的慈爱，一生一世永远的信靠你，跟随你，侍奉你，传扬你，荣耀你。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把荣耀给你耶稣基督，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，耶稣的爱。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，好不好？一起来，我们一起向世界